我用一个薯条跟你干杯。是啊，你怎么拿一个鸡腿跟我干杯？你出来去看电影哦，《金刚战士》。你不要喝醉。是啊、我想要金刚战士。不用十二岁。可是他说你太小了。好，小弟弟，等你长这么高再来。等你长这样子。等你长这样再来。